然后呢，我会请你们长跪。那如果不方便跪下来的人，我们可以用站着没关系，好，站着没关系，好，就是说脚不方便一直跪那么久的，我们可以站着没关系，好，啊，如果可以呢，就一下下的时间，差不多5至10分钟左右，好，差不多，啊，这样子做这个进线摘法的动作。那跪下来之后呢，我们会啊献供跟啊。那个施供跟献供，那供的时候呢，你们的碗举齐眉之后，就会交给你，是他们自己摆。对，从右到左。哦，举齐眉之后呢，你们就一样哈，就是放从右至左这样子摆过去。好啊，因为刚才可能有跟你们先讲过了，所以你们大概有个印象。啊，只是我这边呢再跟你们讲一下，哦，这个环节。好，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我们大众请起立。那所以等一下啊，我们呢供饭呢，饭是在中间，然后呢第二排哈，三碗菜。然后从右到左，哦，从右到左，哦，那摆完之后在第三排，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三行架，哦，这个中间就是饭，在前面就是三碗菜，在下一排就是六碗菜，哦，所以呢，那这个就是麻烦你们大家注意一下。啊，如果呢不清楚的，我们稍微看一下旁边啊，这些啊，天女的师姐他们也会跟你们讲啊，哦，这个我们大家等一下注意一下。好，我们认供啊，斋主，请就位。到你们自己的位置上面。好，我们站定位之后，那我们大众双手合十，我们礼佛三拜，律训拜起拜起拜问讯常规，施工人员请进班。施工人员面向手势尊天，问讯
分班，神供人员请进班。斋供人员面向所事尊天问讯，敬善我们先拿放在手掌心，将供饭拿着，听到信供之后呢，我们举起眉再放在三行架的中间，信供好，就直接放在中间。敬善，献供，敬善。献供，敬善。献供，
谨慎。献供，我们现在放在我们右边碗的最旁边，净身。献供，敬上。献供，敬身。献供，敬身。献供，敬身。Thank you.
献供。财供人员面向所事尊天，问讯请出班。我们事供人员面向所事尊天，问讯请出班。好，我们斋主呢，我现在已经献供完，那我们呢自己祈求，那我们先站起来。顶礼三拜，拜。请起立。拜。请起拜，请起问讯。好，我们现在呢，好，我们呢可以自己祈求，祈求完之后呢，就到你们的座位，等一下会献供持供养。好，
现在由大吉祥天女团代表与会斋主庄严献供。
回向，请合掌。大众请起立。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问：训。献供组请出班。恭迎主法和尚及正副表法师入坛。要做转身向上，大众问讯。问讯，请翻开大供天法本，117页。
南
名三为上佛菩萨，南无名三为上佛菩萨。上座是旁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诸天菩萨，南无伽蓝圣众菩萨，南无历代住持菩萨，南无常住持方佛，南无常住持方法，南无常住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护法诸天菩萨，南无伽蓝圣众菩萨，南无历代住持菩萨，南无常住持方佛，南无常住持方法，南无常住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护法诸天菩萨，南无伽蓝圣众菩萨，南无历代住持菩萨，南无萨瓦兰他耶多波罗之地唵三波罗耶三波那耶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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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萨瓦兰他耶多波罗之地唵三波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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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三波那耶吽，南无娑罗婆耶喃那耶多耶喃至他唵娑罗娑罗婆喃娑罗婆喃娑罗三婆诃，南无娑罗婆耶喃那耶多耶喃至他唵娑罗娑罗婆喃娑罗婆喃娑罗三婆诃，南无娑罗婆耶喃那耶多耶喃至他唵娑罗娑罗
本来娑罗本来娑罗三藐诃。南无娑罗摩耶，南他耶哆耶，南无他娑罗娑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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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娑罗本来娑
娑罗三藐诃。南无娑罗婆耶喃他耶哆耶喃哧达唵娑罗娑罗婆喃娑罗婆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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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娑罗三藐诃。南无娑罗婆耶喃他耶哆耶喃哧达唵娑罗娑罗婆喃娑罗本来娑罗三藐诃。南无娑罗婆耶喃他耶哆耶喃哧达唵娑罗娑罗本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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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娑罗本来娑罗三藐诃。南无娑罗婆耶喃他耶哆耶喃哧达唵娑罗娑罗婆喃娑罗婆喃娑罗三藐诃。南无娑罗婆耶喃他耶哆耶喃哧达唵娑罗娑罗婆喃娑罗婆喃娑罗三藐诃。南无娑罗婆耶喃他耶哆耶喃哧达唵娑罗娑罗婆喃娑罗婆喃娑罗三藐诃。南无娑罗婆耶喃他耶哆耶喃哧达唵娑罗娑罗婆喃娑罗本来娑罗三藐诃。南无娑罗婆耶喃他耶哆耶喃哧达唵娑罗娑罗本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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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娑罗本来娑罗三藐诃。时时色香味上供四方佛，众方殊胜现相继六道宾等十无色宾，随缘皆饱满临近四色的无量波罗蜜，三德六位功过极深，常起有情不断供养。唵耶耶那三波哇哇是奈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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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耶耶那三波哇哇是奈吽。
在天宫的道场，所有疑问佛前疲倦，大愿经中佛垂浪解灵山会上受如来佛祖指引，摩诘藏中真实住妙严之品，群身由来三界高居，金属围困上口红刺，愿有一世天下南山不周中华民国台湾桃园市龙潭区圣天罗巴特段六十林香六十九号来恩佛寺，毗湿迦如来一教奉行诸修法师沙门子成起，今居台湾各县各市各乡镇以及世界各地，多土土地皆下居住奉佛修斋，期间供佛大斋天小斋祈福功德道场，修斋弟子参加法会中心弟子，三佛会主是正义张蔡伟，民佛长罗西梅，佛之功德主吕林分会李介明，三界功德主文部有限公司计量有限公司何以金凡俊南民夫徐巨华，贪食功德主周方一城管理林树珠，密切工程有限公司吴坤黄世健身庄子乐，管秋正说黄世威范秋金，小雨林才疏远陈王梅子张立柱，陈婆有刘秀居陈有田，黄芳兰朱崇李罗小辉，石正海徐伯成，孙义如民夫西陈苏梅，
禅住金钟菩提念佛会全体念有为自宣李成春啊王金超张俊斌刘清科张云念陈玉文林一轩陈素春蔡淑林夏一成黄伯豪罗瑞英李信珠徐慧婷李宗李恩宗李春阳李慧珍康一本康玉辉钟春清民福李淑芝民福李蔡民福李慧荣民福康吴阿妹吉林何家善卷人拜十日摩诃焚香以心归口中天跳于释迦文佛十方常住两三宝光明会上护法诸天龙蛇八部侍从天等各报金莲座拜扬起同仁慈光福建贵身举起福位参加法会中心弟子自以往昔善意心生人伦乃以其业身中深远难知扬起佛身光培端来诸天神佑参加法会中心弟子感恩莲花之前留意是常思修福之心机会难遇，金风三宝诸天敢不倾城一求。十一月八月二十七日良辰共修莱恩佛寺大雄宝殿，宴请僧众修舍供佛大斋天佛寺一堂，金色香灯茶果素品珍馐香味，三十三席上奉继续红遍法界。十方常住佛法僧三宝万德千尊中奉中央毗卢如来东方药师如来西方弥陀如来摄沙真空妙典无量三身神中大功德尊天大辩才尊天大梵王尊天大地士尊天东方持国尊天南方真长尊天西方广目尊天北方多闻尊天大摩尼之尊天摩西首罗尊天金刚米奇尊天三智大将尊天大德维多尊天菩提树王尊天见到地神尊天河里地难尊天日宫太阳尊天月宫太阴尊天鬼子神魔尊天所见龙王尊天心宫月父尊天夜摩罗王尊天金那罗王尊天雷神大将尊天四空四禅六欲诸天合肥强衰十从天等通山林之灵气今有仙之神中先生欢喜之心光临那首庙拜陈氏善立转为回向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文武百官及全国人民莱恩佛寺所在地敬意社稷君主人民莱恩佛寺常住大众及坛月之空三星一同莱恩佛寺参加法会中心人等合家善眷湖南正乡门镇百福福院诸天恭敬普遂礼基之悲心欢有同在永慕恩师之后的神空一三业比小福禄寿三星共照一往情邻尘世功德上升极乐之天心存眷属长子良因恒向无疆之境一切所求全道必有今书是为中华民国一百一十三年岁时加成八月二十七日，诸教法师沙门自称修斋偈词，
参加法会中心人等拜拜举身，上来乾坤宣读一咒，佛身无私量垂意。坐下，
俱来也南无本师那俱来也南无摩尼俱来也南无悉舍俱来也南无摩揭摩尼帝利沙娑那悉那婆那阿那多那奢耶多那揭多耶南无摩揭摩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摩揭摩尼阿娑毗耶多那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摩揭摩尼毗沙奢耶揭多呗娑利耶婆那婆那奢耶多那揭多耶南无摩揭摩尼三菩提毗多沙耶那那那奢耶多那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摩揭摩尼奢基耶摩那伊多那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南无摩揭摩尼那那那基多那奢耶多那揭多耶阿那阿帝三藐三菩提耶利比那摩萨揭利多伊那摩揭摩多萨那达揭多舍利三萨那多波达那南无阿波那斯那波那帝呀揭那萨那波波多揭那阿尼揭那阿揭迦那阿尼巴那比帝耶悉多尼阿迦那咪耶哆波帝达那耶尼揭利萨那波本多那摩萨利萨那波多舍那多悉梵波那尼瓦那尼舍多那斯帝那揭那阿娑诃萨那罗舍比多波萨那揭利阿舍迦毗舍帝那那萨萨达那罗舍波那萨多那揭利阿舍迦南摩诃揭那阿罗舍比多波萨那揭利萨波舍多罗尼波那罗舍乌兰多悉梵那迦那舍利毗萨舍悉达那阿揭尼乌罗迦那罗舍阿波那斯罗揭那摩诃波那真智摩诃帝多摩诃帝舍摩诃瑟多瑟波那摩诃般那本多那波悉尼阿利耶多那毗利揭支舍波毗舍耶跋舍那摩利帝毗舍罗多波那哇迦跋舍那支阿那阿遮摩那支多波那支多跋舍那三支毗舍那遮三多舍毗利罗波舍那苏摩罗波摩诃瑟多阿利耶多那摩诃波那阿波那跋舍那三揭那支摩跋舍那揭摩利揭那多利跋舍那诃三多舍毗帝耶揭遮那摩利迦哥苏摩摩揭那多那帝罗舍那揭帝耶耶那多舍利三毗揭那摩摩尼遮跋舍那迦那迦摩那波罗舍那跋舍那顿遮遮瑟多遮迦摩那遮遮斯波那波伊帝伊帝摩多那揭那娑毗那三揭梵多伊多那摩摩揭无心地舍揭那波那舍揭多萨那那揭多舍利萨婆心多罗勇遮波那婆心多罗勇悉达摩那婆心多罗勇波那舍利耶三婆萨多揭那婆心多罗勇娑婆耶娑诃那萨瑟揭那阿多舍毗多波萨那揭那婆心多罗勇遮多那舍毗那揭那阿娑诃萨那那毗多波萨那那婆心多罗勇那娑婆揭梵萨那那揭多舍利萨婆那帝舍揭帝摩诃娑诃萨那婆娑娑诃萨那支利萨揭遮娑诃萨利帝利那毗帝舍婆利那萨扎伊迦摩诃跋舍卢多那帝利波波那盘刹那婆心娑悉帝摩诃多摩摩耶多那摩摩揭那娑婆耶娑那婆耶阿揭帝婆耶乌罗迦婆耶毗沙婆耶悉沙多那婆耶婆那卓揭那婆耶多舍那婆耶阿舍利婆耶阿迦那咪耶哆婆耶多那尼婆咪揭婆揭婆多婆耶乌罗迦婆多婆耶那舍坦赞婆耶那揭婆耶毗迦那婆耶娑婆那诺婆耶阿萨揭那阿那迦斯揭那阿毗利多揭那阿毗沙遮揭那阿婆多揭那阿迦曼扎揭那阿婆耽那揭那阿迦扎婆耽那揭那阿悉揭多揭那阿罗婆悉婆那揭那阿乌耽婆多揭那阿奢耶揭那阿悉利婆帝揭那阿奢多阿利那揭婆阿利那罗帝那阿利那摩娑阿利那毗多阿利那摩娑阿利那遮多阿利那遮毗多阿利那毗多阿利那摩多阿利那阿娑娑阿利那悉多阿利毗帝萨萨毗萨萨婆揭那阿那毗多耶奢僧多耶毗揭那耶毗婆利巴那遮迦悉利那毗多耶奢僧多耶毗揭那耶毗萨耶毗揭利那毗多耶奢僧多耶毗揭那耶毗摩诃婆娑婆达耶多多那揭利那毗多耶奢僧多耶毗揭那耶毗那那耶婆揭利那毗多耶奢僧多耶毗揭那耶毗耽多揭罗萨悉悉利那毗多耶奢僧多耶毗揭那耶毗摩诃迦那摩耽尼揭罗揭利那毗多耶奢僧多耶毗揭那耶毗迦摩利迦悉利那毗多耶奢僧多耶毗揭那耶毗奢耶揭那摩多揭那娑婆那那娑耽那悉利那毗多耶奢僧多耶毗揭那耶毗遮多那婆悉利揭耶那毗多耶奢僧多耶毗揭那耶毗毗利央揭利遮那多揭沙那揭罗婆利娑悉耶揭利那毗多耶奢僧多耶毗揭那耶毗那揭那娑那婆罗揭利那
当毗陀耶娑僧陀耶毗伽那耶毗阿罗汉伽利当毗陀耶娑僧陀耶毗伽那耶毗毗陀那伽伽利当毗陀耶娑僧陀耶毗伽那耶毗跋奢那婆利俱悉耶俱悉耶迦毗婆利伽利当毗陀耶娑僧陀耶毗伽那耶毗那迦摩摩揭伽耶多那摩摩揭婆揭伽萨达多婆达那那摩瑟多帝阿悉多那那那迦婆那婆悉婆迦毗迦萨达多婆帝耶娑婆那娑婆那多那多那毗陀那毗陀那僧陀僧陀阿悉阿悉班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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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娑阿悉悉班阿摩揭耶班阿婆那帝阿多班婆那婆那多班阿娑那毗陀那婆揭班娑婆帝毗毗班娑婆那揭毗班娑婆耶娑毗班娑婆揭那婆毗班娑婆婆达那毗班迦匝婆达那毗班娑婆突那支帝毗班娑婆突舍毗利其舍帝毗班娑婆舍婆利毗班娑婆阿婆悉摩利毗班娑婆舍那婆罗毗班娑婆帝帝悉毗班娑婆达摩多帝毗班娑婆毗多耶那斯迦利毗班舍耶揭那摩多揭那娑婆那达娑多帝毗班毗帝耶迦利毗班迦多那瓦悉利毗班跋奢那揭摩利毗多耶那斯毗达摩多那帝呀阿悉利毗班跋奢那僧揭那耶婆那赞揭那舍耶班摩揭那耶摩摩达利揭罗那瓦萨揭利多耶班毗舍那呗班波那阿摩尼班阿悉尼班摩揭利班揭那达支耶班灭达利班罗达利班遮文扎耶班揭罗那达利班迦波利班阿帝摩支陀迦斯摩舍那波斯尼班延吉支沙多波悉摩摩耶多那摩摩揭多沙沙支多摩达利支多沙那揭波那卢提那诃那波娑那摩娑那悉多那悉毗多那跋那耶诃那伽多那波斯波诃那波那诃那波悉诃那波摩支多都沙沙支多那多那支多耶沙揭那诃那沙娑揭那毗利多揭那诃毗沙遮揭那诃波陀揭那诃迦班匝揭那诃悉犍多揭那诃乌达摩多揭那诃舍耶揭那诃波萨摩那揭那诃在揭格萨揭利揭那诃利婆利揭那诃舍毗迦揭那诃舍居尼揭那诃摩多那那帝迦揭那诃阿难婆揭那诃悉多婆尼揭那诃舍巴那延迦悉迦最帝呀迦达利帝呀迦舍多罗迦尼帝舍巴那毗萨摩舍巴那婆帝迦毗帝迦舍利舍毗迦舍利婆帝迦萨婆舍巴那舍罗揭帝摩诃毗达罗支迦阿揭罗揭摩揭罗揭揭利多罗揭揭那揭那揭罗娑那耽多娑那伽利耶娑那摩摩娑那巴利斯婆娑那毗利娑迦娑那吽哆那娑那揭支娑那巴悉利娑那吽罗娑那藏揭娑那诃悉多娑那巴多娑那娑那昂揭婆那藏揭娑那摩哆毗哆藏藏伽利娑摩诃哆哆罗伽伽哆罗伽支婆罗哆毗沙婆罗诃利揭娑沙耽那娑那揭那毗沙耶迦阿伽利吽哆迦摩那毗那伽哆那阿迦那毗利娑达利婆迦帝耶那匝毗利娑支迦娑婆那俱那悉一切毗悉那毗耀沙耽那卓摩那悉吠帝三娑毗迦悉那哆婆那那摩诃跋奢那娑尼三摩诃婆那藏伽那耶婆哆那娑耶僧那毗那尼那毗哆耶班那迦罗毗帝娑班那迦罗毗婆那毗哆班那迦罗毗那支达诃那尼毗奢帝毗那跋奢那哆尼班哆班哆尼跋奢那跋尼跋诃悉哆罗仰观娑婆诃婆那婆罗毗哆心净观自在菩萨心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护一切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身护一空空护一生生起止空空起止者受想行识亦波罗僧舍利子身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前来之物一世皆无明亦无明尽来之物染之亦无染世尽无垢尽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尽无碍无碍故愿发无愿力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般若波罗蜜多是他身中是他命中是无常中是无等等中能说一切故暂时故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周即说周越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Oh.
请将席位捧起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席位的来，佛法，请诸位。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是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是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超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垢尽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空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佛言：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其首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啦揭哆耶哆帝耶那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耽波比阿弥哩哆比伽蓝尼阿弥哩哆比伽蓝哆揭弥哩揭揭那智哆伽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啦揭哆耶哆帝耶那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耽波比阿弥哩哆比伽蓝尼阿弥哩哆比伽蓝哆揭弥哩揭揭那智哆伽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哆啦揭哆耶哆帝耶那阿弥哩哆波比阿弥哩哆悉耽波比阿弥哩哆比伽蓝尼阿弥哩哆比伽蓝哆揭弥哩揭揭那智哆伽利萨婆诃。
起光三昧遍和尚愿不三拜，起，拜，起，拜，起，大哉。今有莱恩佛寺起建供佛大哉天法会圆满日达哉功德方明，
经由财团法人佛教净土院基金会进设无遮大斋一堂共诵，又有民福林明辉进设无遮大斋一堂共诵，又有加拿大灵岩山寺进设吉祥大斋一堂共诵，又有童佑仪、朱黄碧善各进设智慧大斋一堂共诵，又有大吉祥天女团进设满愿大斋一堂共诵，又有郭芬荣、姚宇佩、陈龙泉、陈文峰等各进设罗汉斋一堂共诵。阿弥陀佛，大众至诚礼谢诸法上及正副标法师顶礼三拜，大众问讯。恭送正副表法师出坛。大众转身向上。好，各位在主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位置上有没有椅子啊？有。好，稍坐一下，请稍坐一下。好啊，各位菩萨，大家辛苦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第一次哈、来到莱恩佛寺啊，我印象中已经好几年了。那时候是那个莲净法师当住持啊，他接任住持那时候。那时候他邀请我来啊，他说他的寺院叫莱恩佛寺。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好奇怪的名字，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寺名。那来出来真的看到是这样子的寺名啊，那没想太多，想说可能是开山的那个长老尼啊要还愿吧啊，所以可能有个什么恩德啊要回报啊。然后进到寺门的时候，就看到那个门口啊，不是写莱恩佛寺，写金刚狮吼啊。那金刚狮呢，这个狮吼啊，我们都知道在佛教里面呢，狮吼就代表佛陀呢在说法的意思啊，因为狮子是万兽之王嘛啊，所以他的吼叫声啊，那么万兽听到狮子吼叫声呢，都会稳定下来啊，不敢轻举妄动啊。那么意思就代表佛陀说法就像这样子，能够啊破除一切的邪见啊。然后在走到进来的时候啊，看到门口那尊文殊菩萨，我突然灵光一闪，哦，原来为什么叫莱恩佛寺啊？可能就是这个师父用英文啊，音译的啊，来狮子的那个英文来引啊，就是所以想说可能是这关系吧。我还没问过住持和尚，我猜可能是的啊，反正这个名字中英文合并的啊。那么各位狮子，我们听到呢，大多都是这种概念，哇，很勇猛啊，啊，万兽之王啊，等等这个概念啊。但事实上，在经典呢，讲到狮子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讲狮子的特性啊。狮子这一只这种动物啊，我们都知道它是肉食性的动物啊，所以它都要捕猎啊。它在猎杀一只大象，大象比它大好几倍哦。它在猎捕一只大象的时候，一定要很专心，它不能分心。为什么一分心啊？那个大象的牙齿啊，一戳到，或者那个脚啊一踢啊，这只狮子不死也残废了、啊、所以那狮子就很专注的去对付这只大象，最后呢把它猎杀，抓住它的那个要害啊，鼻子啊、喉咙啊等等啊，让这只大象啊毙命。但是呢，当这只狮子如果在猎捕一只兔子的时候啊，它一样要这么专心。他不会说啊，兔子要有青菜的后啊，没有，他一样很专心的去猎捕这只兔子。为什么？兔子速度很快啊，他的速度比那个大象敏感多了啊，敏捷多了。
所以狮子呢，不论是猎捕比它身体大的大象，或者猎捕一只比它小的一只兔子啊，都是十分专注的去做这件事。那么经典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学习呢狮子这种专注力。我们不论说，你看佛陀，我们就以佛陀来讲，佛陀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比如说割肉喂鹰，舍身饲虎，那种值得大修行哦，是危及生命哦，危及生命的事情佛陀都去做。但佛陀只做大不做小吗？不是，佛陀连帮他徒弟穿线，穿针穿线的这种事情呢，佛陀一样去做。佛陀不会说啊，你们要割肉喂鹰，舍身饲虎来找我啊，那种小事情哦，不用来找我。没有，佛陀小事啊，一样叫披刚走。所以从这个狮子的比喻，再看到佛陀他自己亲身的行为表率，给我们佛弟子可以知道啊，我们要像佛一样。我们固然要做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啊，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要做事，从眼前的事开始做起，每一步每一个事情呢，都把它做踏实。所以呢，我突然看到这个门口的这个狮子哈，文殊菩萨骑着那个狮子的时候啊，我突然领悟到，开山的那个长老尼啊，他用这个狮子为他的四名，其实有它的意义存在。我相信也有他的一个愿力，或者说啊，他对于后代的佛子的一种期望。各位，我们今天呢、啊，来南佛寺参加今年度的华严忏大斋天，下午呢，我们要进行焰口。我相信呢，很多的信众，很多法师呢，也都常常参加我们净土院或者是我们南佛寺啊举办的这个法会。我们在做事，其实就是刚刚跟大家描述的，就像佛陀一样，大事要做好，小事更要做好。因为小事做不好啊，你大事怎么样能够做得好呢？小事做不好，你说我能够做大事啊，空话，而且那个是不扎实的。所以各位，我们学佛者要成佛，怎么成呢？人成即佛成。我们必须将人的部分呢，把它做好。人的部分呢，三个部分：身、口、意三业。身、口、意三业啊，能够做好，我们才有成佛的这种指望。在这个身、口、意三业里面呢，又分呢，分三品：上品、中品、下品。也就是说，你做的极致，还是做的刚刚及格，还做的比及格好一点。因为我们所投入的精神，你所投入的专注，以及做的到位与否啊，会跟我们的果报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我们今天供天啊，诸天为什么值得我们尊敬？因为他的三业啊，十善啊，做到极致，所以他升天。那我们人呢，我们也修十善，但是我们只是刚好低空飞过满分而已，所以不堕三恶道，如果没有满分，如果没有及格，各位，那起码就是下午的主角，就不是早上了，我们就下午的主角了。那我们就刚好低空飞过，所以今生今生修不搞，修不搞，今生修来倒，今生修，就像补我们之前没有修圆满的事情。所以各位学佛啊，看似很玄妙，但是啊，它就从日常生活之中开始做起，也从呢我们在做事之中有没有啊，因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而亏其一二。所以各位，我们从无时不刻，每一个时间点，我们的三业都要时时去照顾它。除了不造恶，更要积极修善。而且呢，各位，你还不能满足十善哦，还不够哦。如果说啊，我修到十善啊，师父说上品做到极致，哦，阿弥陀完不完了？没有，那个只是在三界里面满分而已。啊，三界满分代表什么？顶多在诸天，但没有超越轮回啊。那么佛陀他从哪边超越轮回的？从十善里面啊，再加入了慈悲跟智慧，尤其是智慧。因为当你修十善，在修的过程呢，福德都是不断增上，但是智慧有没有呢？不一定。各位，这就是咱们佛教徒啊特别有福报的地方，跟一般的人福报差别的地方就在这。我们佛教徒福报在什么地方呢？有机会能够闻法，而且有机会呢将你所听闻的法呢去做反复的论证，并且呢去借由修行的过程里面去印证它。因为当你能够去修行去印证你所听闻的法以后啊，各位才有可能解脱轮回。那么当我们解脱轮回以后，才有可能呢帮助众生脱离真正的烦恼痛苦。所以希望各位菩萨们，我们来礼忏，而且你看我们礼华严忏，礼十方诸佛，供佛大斋天，目的在哪？除了法会事项上外表的境界让我们产生的恭敬心以外啊，各位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呢去探寻我们的内心，并且将佛陀所说的法呢在每一次每一次的过程修法的过程里面呢一直不断融入到你的身心里。那么当有一天你突然领悟的时候，那个突然领悟是你就像啊小朋友一样，哎呀小朋友在小时候啊这个傻傻的只知道吃只知道玩，有一天突然啊哎呀大汉啊突然懂事了。有没有说几岁啊？没有，就是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大相同，每个人的机遇也不大相同，有的早熟有的晚熟，但终有一天啊他会突然懂事。各位，我们悟道也是如此。我们悟道呢也不是说啊我修行几年一定会悟道，不一定。我受戒就一定悟道，也不一定。我出家一定悟道，也不一定。而是你有没有用心，只要你能够用心，不论你出家多久，不论你学佛多久，学法多久，受戒多久，只要水到渠成。希望我们大家呢一起朝啊成佛这条路啊来迈进。这条路啊很多方式，有像我们法师一样以出家身来朝这条路来迈进的，又有像我们各位居士啊以在家身来迈进的。在家有好多种形式啊，有以斋主的模式，有以义工的模式，有以各种形式。不论哪种方式，那都是外在，核心在哪里？在你的心。只要你的心的方向正确了，只要你的动念正确了，各位万善同归。所以楞严经讲得好啊，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回家就是还讨你啊。等到你只要转身以后啊，不论你绕远路搭飞机坐高铁走路，总有一天只要方向正确的都会到。愿我们大家呢一起朝着方向来迈进，好不好？阿弥陀佛。那么今天呢因为结束以后呢大家都要帮忙收拾哈，我想要刚好趁现在空档然后跟大家简单聊一聊。那么应口结束啊，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福报修圆满，把这个坛城呢恢复原来的道场。哇，那我相信呢大家来呢不是只有忏悔，
还修福，彼此互相帮助众生啊，那多美好的事呢！祝福大家身心自在，福慧增长。阿弥陀佛。大众请起立。至诚礼谢主法和尚慈悲开示，顶礼三拜。大家问讯。恭送主法和尚回辽。